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1月7号星期四喽，昨天很多人看到的大盘大地震，好多人出来装鬼吓你，昨天因为盘震你害怕，你没有方向，甜心老师昨天有没有站在这里给你方向给你信心？那么给那里误跨掉不？给那里指数大涨又再刷历史高咯，大涨超过200点。而昨天大盘震，甜心老师给你的水当当当当是给凯美创高，今天轮到了谁？今天轮到了我们的美丽佳人嘉玲，给那里不止创高，而且还飙涨停。甜心老师的飙股就是轮流飙，轮流创新高，太开心了哈，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，波段太会赚了，真的好好赚哦。你看那个敦泰太美丽，太美丽换来嘉玲，嘉玲太会喷，真的太会赚，太美丽啦，恭喜。
大家越赚越多咯。你看到齁嘉玲齁，你只会再次验证，哇老师真的是提前卡位的重要，50块你就在讲了，好便宜哦。11月我就分享到现在，我不是今天涨停才拿出来讲哦，节目都可以回去听哦。有的，再来你看一下盘势齁，今天超级强真的无敌强。今天就有客户说，老师你盘势看太准了吧，真的好准哦。昨天就在节目上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说这里齁多头非常强势。昨天大地震我还站在这里告诉你，15000齁是台股的新的里程碑，千万记住，不要再用以往看大盘的量能来看现在的台股。有哦，我昨天讲的很清楚嘛。有哎，你在12000，你看到的常态量是1700到2200上下晃嘛，对不对？那已经四个月了。对呀。好，但是你现在是15000新的里程碑，你怎么可以再看2000亿呢？哎，是。所以近期包含人家一直告诉你，昨天是爆天量，有高档黑 K 爆大量。嗯哼。我就告诉你，这叫量能配合，量价齐昂嘛。而且呢，你要走更远，你要走更长的路，就是要补量啊。你今天马上看到，哎呦喂，马上就见到，马上就喷出了嘛。是啊，今天大涨230点哎，哇，恭喜大家，跟着妍希一起来赚翻天啦，就是轻轻松松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回哦，今天的台股也非常强，冲出去了，连昨天的低点，很多台面上的分析师告诉你看三天嘛。对不对？昨天低点不要破啊，这个看了就知道了。可是你技术分析如果学过量价，学得够精准的话，你今天你就会听到妍希讲的了，你今天就会看到。哎呦，真的，如妍希所说的哎。所以其实齁，我常说，任何时候麻烦你与时俱进，包含你挑技术、看技术分析的概念、看筹码的概念，通通都是要这样。因为台股现在是历史高点哎。有。历史高点怎么可以再用以前的行为？是历史高点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能用以往的教科书行为模式对来套到现在嘛？对啊，近期就告诉大家外资已经在归队了，很明显啊，你去查一下筹码。很明显啊，你永远记得，其实这个齁，你永远记得去年外资卖这么多哎，史上力道最大的卖超是在去年哎，是的，结果台股创新高，有今年呢，外资从11月开始口口阿贝嘛，是呀，我可以慢慢买嘛，可以，我可以买一天卖一天嘛，我可以买两天休息两天嘛，我可以在圣诞节休一下，现在赶快买嘛，是啊，为什么？我也可以在拜登就职前赶快买嘛，有，你现在看到。到了没有？外资慢慢买的力道多大？好强哦！轻轻松松啦，真的指数越垫越高了。所以就跟你讲，台股要涨到哪里，你可以自己看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就像我近期一直告诉大家，位阶很多标的才刚刚开始，不是说涨上去就不会涨了呢。你看一下嘉麟，他有停过吗？没有，他休息一下再涨而已嘛。是啊，对不对？11月中，我当时的节目清清楚楚的在分享，那个时候你看回去哦，股价才五字头，我一直跟大家讲我的选股逻辑，我就是聚焦未来有产业的公司嘛，我就是聚焦未来会大成长的公司嘛。那你看回嘉麟，嘉麟是苹果供应商的供应商，记得吗？我讲过哦，有，苹果供应商的供应商哦，而且呢，车用零组件是持续复苏，今年就电动车的元年啊，包含就是油电车。电车通通复苏了，再来呢，收回电动车的成长，股价就是飙嘛。那你现在看回来，哎呦，真的呢，如我所说的，是啊，它都是有受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做车用镜头嘛，车用镜头的大公司嘛。再来呢，你提到电动车，其实不得不看一下吼，鸿海近期不是组电动车大联盟，有 MIH 联盟嘛，强强联手，它就是对，这很重要，它就是要。整合台湾的资源，整合各家大厂资源、厂商的优势，去抢什么国际的订单嘛？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已经是立足全球，放眼全球了的。你光看台积电在台股的位阶就知道了嘛。好，再来三大佬，他是跨电动车的，鸿海国巨结盟啊，又跟裕隆结盟啊，强强联手。你看回股价。你看回股价就是大者很大嘛，对。那你看回股价是不是就走出波波高？波波高，波波高的走势喽。那嘉麟是不是走给你看了？有啊。
所以其实我的概念不会很难。我帮你选的股票齁，就是早涨晚涨而已，轮流涨，你会发觉天哪，老师你用这个概念，你帮我的选的凯美昨天还创新高。是啊，昨天大盘还是大震荡的，是凯美可以创新高，创新高103，对啊，140个百分点，创新高以后休息以后，今天换谁接棒？嘉玲啊，同样都是这个概念，同样都电动车的概念嘛。你看哦，嘉玲50块，飙到今天多少？79.2了，已经55个百分点了。哇哇！11月到现在而已，是啊，现在一月中了吧？哎，1月7号。对啊，也才1月初啦。是啊，1月初，飙得快跟飙得慢而已嘛，就是这个。哎，可是都是飙啊，哎，都是飙，又让你赚呐。就像昨天好了，举例嘛，你昨天假设震荡，你有五字头的嘉玲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啊，你只是有。你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哎，想赚多还是想赚少而已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如果假设昨天大震荡，我的凯美创新高，你还会怕吗？不会呀，避震器够高了。对呀，凯美从10月讲到现在，是啊，四字头讲到了103呢。敦泰也是啊，然后嘞，嘉玲跟建通11月讲到现在，做到现在。其实我的操作不要把它想得太难，我是持续做、持续讲、持续讲、持续做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对呀，很直接啊。就像包含昨天已经。很多人在台面上吓你，告诉你台股差不多了。有，我也是很直接告诉你，台股就是涨嘛。你把总金的概念框进来以后，你会觉得全球资金多到爆。我早就说过，钱不是淹脖子、淹脚目，是淹脖子。现在可能淹到天灵盖，淹到天灵盖，我的妈呀，淹到天灵盖。资金真的很多，多到你我没有办法想象哦。你钱多，你根本不会觉得东西贵嘛。对，没错。但现在买房子的利率又没有那么好，我所谓利率没有这么好，就是投报率啦，没有那么好。那你钱要放到哪里去？放到股市啊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一桶金放在家里，对。放着放着，55个百分点了。你一桶金放到凯美，你需要动作吗？不需要哦，140个百分点，开心赚啦，就轻松啊。是啊，不就是贵妇级的操作吗？升息级的看盘，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告诉你公司产业，我就希望你抱得住。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告诉你公司产业，我就希望你以后不要只我们会员赚，大家一起赚比较轻松啦。如果啊，投资朋友们，你喜欢这样的操作，你喜欢稳健的获利，把产业看透的老师，那你就轻松跟上咯。姜老朋友，专注产业的老师就在这里哦，带你看的是未来，赚的更是未来，才能够让你飙股，除了看透透之外，更能够飙股赚透透。那么未来如何赚？移动电话跟上脚步。当然，如果你看到盘涨，你会害怕；看到盘拉回，你会害怕的好朋友，这时候你真的需要老师在你身边了。所以加 LINE 跟加 TG 非常的重要。如何来做加入？如何跟上脚步呢？一样广告中来告诉你喽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带你看的是未来，赚的更是未来。唯有独具慧眼、专注产业的老师，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操作实力。谁能够在去年的11月份就告诉您我们的水当当凯美这么的棒，从四字头飙到了103，一波140个百分点？是谁独具慧眼，在去年的11月份就告诉你我们的美丽佳人嘉玲好棒棒？不是现在飙到了将近八字头才告诉你嘉玲好棒棒，五字头的嘉玲，甜心老师第一时间就分享给大家，五字头飙到了逼近八字头，一波55个百分点。是谁能够让您股价买在底部？是谁能够让您飙股买在先知，更能够赚在先知？只有我们的甜心老师。你光望这两天的时间，你就足以验证老师看盘的功力以及飙股的威力。昨天盘震很大，我们的凯美创新高，今天的大盘涨很大，我们的嘉玲直接喷到九霄云外，直接飙涨停创新高，这就是功力，这就是操作的实力，选股的功力啦。所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未来如何赚？当然，跟上最带你买标股、赚标股的老师，跟上独具慧眼、跟上专注产业的老师，早来早赚，早来当然是赚最多。02663032370，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的会员，你也想要有老师的保护跟照顾，来加LINE跟加 TG 是一定要的哦。ID 位置给您，小老鼠 LUCKY。
Y777 小老鼠 Lucky777 Line 随点随听，在 Line 跟 TG 里面标股都有，好，标股一直都有，随便买让你通通都赚。如果你想要赚大波段的，如果你想要有老师在你身边快很准的赚，就一通电话跟上咯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，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想在盘中获得老师给你的最及时的保护跟照顾，加 LINE 跟加 TG 是一定要的。很多人看到昨天的黑 K 啊，这个看到了黑 K 魂都飞了。可是老师在节目当中怎么告诉你信心，怎么告诉你方向，你今天有没有立马得到了验证，给那里是大 K 也是大涨的呢？诶，老师说这个看盘的功力是基本功，真的是基本功。是不是昨天终于像你的那些人赶快棒追老几的。其实后有时候大家要去思考一下，就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跑马拉松啊。是啊，你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，即便你很会跑，但是你跑错方向了嘛。对呀，再加上假设你不清楚未来盘势的脉络，不知道它是涨还是跌的时候，你不会考量到变成你下手的轻重。我所谓下手轻重，本来可以买个100张的，现在啪啪啪啪啪，我只买个10张。哎呦，那获利差很多，真的很。你想说，你今天拿嘉玲来看就好啦，你假设100张跟10张的嘉玲心情怎么样？你有实力买100张哦，你不是没有实力买100张哦，你有实力，但是你只买10张，你看到会不会头昏？心情不美丽。差很多所以方向怎么会错？你以为盘这么好解的吗？没有啊，方向绝对不能错，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套住你，保护伞套下来以后才可以保护你敢下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说，我一直告诉你，就像包含昨天，我还是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，我16000的看法没有变。现在看来啊，台股只是想要在封关前冲16000，还是要第一季冲16000？我就是第一季，我说我假设过嘛，对，假设嘛，因为你会发觉假设一步一步的靠近老师的假设，为什么今天大涨？哎呦，拜登就职了没？还没耶，昨天美股也是大涨啊，还没就职哦，行情好好哦。老师，如果就你这个方向来看的话，农历年前，我觉得16000很快，今天都已经15214，也差700多点而已，没有很远呢。真的哦，台积电又喷了呢，真的又喷了。然后台积电下个礼拜，又要开法说了呢，大家会 focus 台积电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基配息会不会多一点？基配息多一点，如果它基配息多一点的话，那你会不会喷？有啊，我直接放烟火了。所以啦，你看台，不要每次到看到才愿意去做。常说就是先知先觉，后知后觉，跟不知不觉。先知先觉的人齁，不要说要求每个人先知先觉，但至少要后知后觉。我节目在跟你分享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听到了要有动作？就是这样嘛。不知不觉，你就是整天看着冲出去16000了，哎呦，手上的股票怎么办？而且还有更恐怖的是空手的人。更恐怖的，看然后更恐怖，现在还有一个最恐怖的，还有什么恐怖？还在看空，他看空，
真的是恐怖到了极点了，整天被嘎到头昏脑胀，这不就是嘎空手的行情吗？赶快回头是岸了啦！而且昨天吼，昨天是不是震荡？对、我告诉你是机会、再来，昨天震荡，我还告诉你，你希望是一天痛完，还是分个七天、八天、十天痛完？老师，我觉得。一天痛完就好了。一刀你不要每天刮一刀，刮刀慢慢放血，这样不要。放血一刀比较水亏啊。那你看有没有够水亏？有水亏。哎呦，轻松啦、欸，真的。所以我常说吼，我通通预告在前面。虽然我很爱跟大家聊天分享，但是我用最浅显易懂的话让大家轻松的方式很明白，对，很明白嘛。有、啊。所以你再来看，我从来没有那种或许 but 有可能涨到哪或可能怎么样，没有。没有啊，老师给你的答案都是斩钉截铁。你会怕的时候，我总是给你温暖吗？哎呦，讲到温暖，你今天看到太阳能好温暖哦，即便今天很冷，哎对，但是你看到太阳能今天很温暖了吧？超温暖的，温暖你的心。我在盘中赖啊跟 TG 我就提醒大家了，我赖跟 TG， 所以我常说你节目要听以外呢，你赖跟 TG 一定要加，因为我有些很清楚的数据，我写给你比较快，哎对。你看清楚，你看在脑袋，你把你本职学能增起来，你会觉得对这些公司你会更深一层的了解，相对对你也是持股是你的信心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太阳能齁，今年刚刚开始嘛，对，国内用电大户的条款正式上路，这个是我去年就在讲了，不是现在才讲的嘛。你要知道契约内容非常大嘛，大于500万瓦的用电大户需要设置什么 10% 的再生能源或是储备能源，也就是储能设备啦。那你要知道哦，很多大户，很多用电大户他自己没有办法设太阳能板嘛，那他只能向外买绿电。这就有一个概念框起来了，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，国内上市柜公司加起来300家以上，听好，300家以上都要买绿电哦。哇，这个比例很恐怖哦。这很可怕，台积电光买了就可以占那个百分比就非常高了哦。那还不要讲其他的一些上市柜的公司哦。那你要知道哦，现在占比最高太阳能发电是不是最有机会直接受惠？对，所谓占比最高，就是它的产能占比。我是不是量越大，大家都要买嘛？因为其实这个量呢，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符合所有的上市柜公司，所以我量能越大，我可以卖的越多，营收越好嘛。来，今天很好玩，我在上面写了很清楚，所以太阳能电厂谁的产能最大，你要注意。还有呢，谁的资本支出最多？资本支出的概念，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，今天就是老板对于未来的产业、未来的前景非常看好，所以他才愿意去花钱扩厂，是扩厂、开分店、加盟的意思啦。对，所以这些要注意嘛。我今天来跟 TG 写的很清楚，有一家。里面有一家公司，这其实都大家仔细爬文就看得出来啦。里面有一家公司，光一月的产能，就比去年一季来的多。哇！来，一月的产能，一个月单月产能比去年一季来的多，这就告诉你是倍数成长的公司。倍数成长的公司，你再看回股价，那我们就不要去预设高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再加上近期哦，1月20快到了，是1月20快到，哎、欸，这个日子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拜登要换总统了，美国、对，拜登要就职，那就职大家也清楚啊，拜登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在绿能这一块嘛，所以你看到今天即便天气冷，太阳能哇，整体表现很漂亮啊，整体都带给你温暖嘛。那你千万，其实你不要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太阳能市场上，全市场太阳能谁在七月可以带你买？只有田心老师，没有人在说的时候，七月我就在买。很多人在笑，哎呦，这个四大财报不好看，财报不好看，满江红。我这样讲，你就是可以回去七月的节目随时听。我七月就在做了嘛，全市场大家都在笑我的时候，我带你做太阳能嘛。你让老朋友拖出来啊，安吉是不是老朋友？是的，25就在买了，这老朋友，这已经做好几趟了。没错，做两趟都超过180个百分点嘛。元晶一样是老朋友啊，当然，当时。
时买的时候9块13、17，哎呦，老师你9块再买，结果13块你还买，哎呦17块还买，哎呀买不够继续加嘛，买好买买买齐，累积获利都250个百分点，我的妈，联合再生永远记得，真的7块钱7块，好吧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在买的时候就是别人不要的时候嘛，别人没有在想的时候嘛，那、啊、你现在看到就是波波高波波高嘛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为什么是我讲一讲它会动吗？啊，不是哦，就产业看透一点，没错，千万记得产业看透一点。在这里我还是提醒大家啦，就像我近期节目也是持续的跟大家强调、去年第四季上市柜非常多，上市柜的公司业绩哦大爆发，是不是？对嘛，我有记起来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产能了，我们就来看业绩 哦，对不对？快要10号了嘛，是啊。再来，市场很大啊，对，市场那么大，你永远记得经济活动它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，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。我也教你套回股价，它的走势会怎么样？就是波波高、波波高、波波高的走势咯、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凯美是不是这样走？有、哦，你看敦泰呢？是啊，一样啊，嘉麟走到今天一样喷啊，啊，继续飙、哦，金居啊，建通通都是一样嘛，是哦，所以我就说吼，好股。标股我都是持续一档接一档、我就希望大家后跟紧我的 tempo， 因为我不会一下子换过来一下子换过去，不会、我清清楚楚，我节奏清楚明了，这样你才赚得到啊，是啊，你想赚波段也可以赚啊，有哦，想赚加差你动作快点一样可以赚、啊、快很准的赚也可以，对嘛，所以喜欢这样操作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咯。亲爱的好朋友，田心老师带你看的是未来，赚的更是未来，唯有把产业了解透透，标股你自然能够赚透透，未来如何赚，全部都在老师的手掌之中，赶快跟紧脚步就对咯。再次提醒您，还没有加 LINE 跟 TG 的好朋友如何加入呢？广告中告诉你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02-6630-3237 02-6630-3237，光是这两天的盘，你就足以验证甜心老师看盘的实力。看盘是基本功，昨天在盘震很大的当下，多少人装鬼吓你，多少人恐吓你，只有甜心老师站在这里给你信心，给你方向。今天盘就验证到了，马上验证到老师看盘的功力跟实力，还有飙股的威力。昨天盘震，我们的水当当凯美创高，今天盘大涨啊，我们的美丽家人嘉麟直接飙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涨停股价再创高一波55个百分点。而甜心老师的飙股就是轮流飙，让你就是轮流赚，手心手背都是飙股，让你左手赚右手也要赚。所以亲老朋友，未来的行情好到会让你理智线断掉，重点是你一定要赚到，不要光用眼睛看，实际参与到，实际赚到才是真的。如果你不会操作，跟上脚步，跟上专注成业的老师，跟上最会带你买飙股赚飙股的老师，跟上让您能够飙股买在先知赚在先知的老师，来电话拨通02-6630-3237。但如果你还不是我们会员，你想要多认识老师没有问题，老师的功力实力不怕你来做验证，加 LINE 跟加 TG 是最直接最快速的。来 LINE 的 ID 位置给您，小老鼠 LUCKY777， 小老鼠Lucky 777，加 LINE 节目除了可以随点随听之外，不怕你验证，加 LINE 好处多多，盘中就能够得到老师最及时的保护跟照顾了，所以加 LINE 非常的重要。已经加 LINE 的好朋友，请您直接来做分享，这么优质的节目，这么棒的老师，不分享对不起自己，不分享对不起你的亲朋好友，因为加 LINE 跟加 TG 标股都在里面，随便买都大赚，好的行情不要赚太少。当然越靠近老师多一点，越贴近老师多一点，把老师的大腿抱紧一点，是赚最多的。02-6630-3237，电话拨通轻松跟上咯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。
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